这里应该能看清楚了。冷吗？穿上吧，能暖和一点。嗯，我看到了，很漂亮。之前出去兜风时见过，但加班后在律所看流星，还是第一次。 起风了，小心着凉。你用了上次我送你的那瓶香水，啊，这款香水留在你皮肤上的味道很好，很适合你。哦，脸红？没有，天这么黑，你看错了。 你刚刚不是说想许愿吗？现在闭上眼睛吧。